教大家做一个白净华啊，这个非常重要哦，这是一个能量哈，我们要集合大家的能量，一起来为这个土地祝福啊。好，我背下你右手哈，放在你左边髋骨的地方，左边髋骨的地方，哎，然后在我们的空中，我们的空中慢慢的画一个圆。回到我们两个眼睛、两个眉毛中间，我们称它为白净室，是圣洁、纯净、柔软、谦卑。我们本来就本具足的，我们现在把它要回来，好不好？回到你的自身，让你健康、美丽、家庭圆满，好不好？像我们一起做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请各位嘉宾将你的右手放在左边髋骨的地方，然后跟着我念好不好？预备，好，大声的跟着念。那我们这边有模特，请你看着他们做哈。好，来，白净华，虚空无限大，回到自身两眉之中的白净华，圆满具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是心想事成。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定会心想事成，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向后里地区跟我们的月眉堂场此地的能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请你跟我做。三鞠躬，好，谢谢各位，很高兴，也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中华台湾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学会所举办的2017净化地球幸福相守千人健走的活动。我们本来预测1000人，现在因为各位的热心的参与，我们已经破了1200人，现在已经到了1200多人了。感恩您，谢谢您的到来。好，我们过去呢曾经举办的12场的室内的座谈会，今天是第13场，也是我们提升初试。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如果今天对各位有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您见谅。那我们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协会秉持着大公无私、无怨无悔的付出的理念，我们只希望能够净化每一个人的心灵，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家庭圆满、社会安定。我们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的地球，那么世界大同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那今天很高兴你能到来，你的到来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好，那天气很热，好，我赶快把话讲完，好，让大家呢能够带着喜悦的心情，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身心一定要放轻松，你不要觉得天气很热，你会觉得说我晒了太阳，我吸收到太阳光，我会熬合成维生素 D， 才不会骨质疏松，对不对啊？哎，要说对哈。那你的家人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但是呢，因为你来了，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都是很正向，你会把这个福报带回去。带回去给你的家人，你的家庭一样会幸福美满。好，最重要的我要介绍我们的国际身心灵，我们有很多的课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天气的关系，我不能各位在那边站得太久，等一下我们的 DM 在我们的服务台有，如果你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有信心，请你到那边索取我们的 DM，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的丰源有教室，上我们的课通通免费，而且这是终身会员，不用缴费。
可以终身的享受由徐慧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养生功法，还有任何。各位有没有？好，各位嘉宾，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这个场很简单，哦，很简单，请你跟我念：祝福家人平安健康，祝福家人平安健康，这一点好不好？好，耶，很好哈，祝福你自己的家人，你今天来了，你的家人就平安健康。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身心人士，我们的能量强不强？强，而且我们是纯公益，我们不收一毛钱，对不对？这个能量更强哈，我们的地球会很有福气的。第二点，第二点，第二点，哎，好棒！祝福地球妈妈和全体。第三点，对不对？好，都有注意听。祝福全世界各族群大团结。祝福全世界各族群大团结，不要小看这个能量哦，你发布出去就有了。好，第四点，第四点，第四点，祝福世界和平大同，祝福世界降临人间。好，第五点，第五点，第五点，很棒！祝福，祝福什么？祝福什么？2018，二零一八，什么时候？明年后里有什么？哇，后里人太幸福了，有花果哈！我们祝福2018，哎，祝福啊！好，我稍讲一个年，再一次，祝福2018年，哦，好棒哦！全体人类，健康，健康，喜乐，喜乐，平安，平安，富足，富足，哦，健康、喜乐、平安、富足，你要吗？要。你不要就送给我好了，我好爱啊！嗯，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从此我会健康。平安、喜乐、富足，你站在，你虽然站在下面一样的，你是我的双倍，因为你那边比较热，对不对？你还是会健康、喜乐、平安、富足啊！我非常的感恩，感恩各位哈，在那边晒太阳很不好，其实我的脸有晒到太阳呢，但是越晒会怎么样？健康美，对不对？啊，哎，没有关系哈，那个维生素 D 马上就出来了哈，啊。那现在呢，我们请宾，哎，贵宾致辞。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陈本天议员来为我们说。好，我们现在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陈本天议员。啊，谢谢我们理事长哈，啊，洪小姐哈，那各位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机构的好朋友，啊，各位乡亲啊，大家赞。天气很好的哈，阿希望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啊礼拜天，大家呢把身体呢哈，借着这个健行呢，让大家身体更好。祝大家，谢谢。我谢谢议员。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台中市哈义勇消防总队的妇女防火宣导大队的分队长。一共一个一个波比呢，好，我们请他们掌声欢迎，请他介绍。谢谢。首先呢，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互宣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认识哈。啊，咱今仔日伫遮有摄着两个学着消防知识的场所伫后边面，恁若行转来的时阵，欢迎大家来闯关哈。咱第一个关卡啊，有逃生计划图的绘制哈。第二个关卡有浓烟逃生的体验。第三有也有居家防火用电安全的宣导，啊，还有上好就是咱的救护志工哈，有来一个紧急救护 CPR 的教学哈，大家等下会当来体验哈。天气真热哈，我甲大家抓着少点时间，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利，谢谢。好，谢谢。记得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过去我们的服务台附近哦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知道。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国际身心灵
研究教育机构的创办人，我们的仲敬法师老师有无穷的慈悲心，还有的大愿力，带领着我们这一群小小小小小小的萝卜头，在我们没有敬畏的情况下，我们有办法办这个1000人的健走活动。一切的一切，我们要感恩谁？感恩我们的仲敬师父，好，我们的仲敬法师，他的慈悲心感动了我们，希望今天一样的可以感动到各位。那么现在我们恭请我们最敬爱的仲敬师父仲敬，今天来到此刻，将我们生命的活力透过太阳，让我们在身心最健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起航，我们要开动了，祝福每一个人身心平安健康，也希望透过今天的阳光、空气、水，是给家人一切一切圆满，祝福所有的与会、所有的贵宾一切平安。我们的仲敬师父在还没有出家之前，教我们非常多的运动功法，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志工。有锻炼的每一个人都是身材很好，你看不出他的年纪。那那个没有锻炼的我不敢讲了哈。那希望各位有时间，礼拜一的晚上可以到我们丰源教室来，礼拜二跟礼拜五的下午，我们也有很多的养生课程，还有那个医学课程，还有那个经书的课程，就是老师会带我们从经书进入我们的人体，讲人体医学。那白建春也有课程。我不多说，虽然我嘴巴说不热，但是我还是怕你们会热。你有兴趣，你有那个心，请你去服务台拿我们的 DM 打电话给我们，好，我们会很详细的帮你做介绍。后里的乡亲最有福气，真的。好，我们高雄、新竹、台南、嘉义都有课，都有课，台北也有，他们太远了。没有我们住在后里的人这么幸运，留一个后里白建村。好，那我们台中的也稍稍有很幸运的，我从台中来，我每次搭公车到教室上课，我觉得很快乐。好，希望我再把这个讯息重复的再转播一次给各位。那现在我们就要做出发前的什么暖身操。好，暖身操。那个拿旗子的那个看牌的小朋友跟长辈先生小姐，你可以稍微放下。我们请我们的那个郭姓乔，郭姓乔，来。亲爱的乡亲，大家早安。好，有听到是你的福气哈，如果听不到就太可惜了。现在我要教你功法跟心法，就是今天的一个最专注的一个点。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让我们把身体里面的一些浊气，把它经由我们走路，从我们的涌泉穴把它排完，完完全全释放，让我们今天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走路，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达到平衡，达到健康。首先，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庭圆满，让我们工作在职场上都能够顺利，甚至于在同侪之间，我们都能够圆满。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大脑皮质要活化。比如说我刚才请你过来，你一直不过来，你的大脑皮质这里就有一层障碍，障碍住了。待会只要有人请你做什么动作，你只要一个口令，好，你去做那个能量你就接到了，你的大脑就不会，大脑皮质就不会给障碍了，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好，首先我们要活化我们的大脑皮质，第一就是要我们学习心柔软，学习我们的柔软心。第二就是要学习我们的放下，放下我们的下视丘，它就会活化大脑里面的机制，就会活化了。第三个我们的心境，待会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要平衡，我们要很感谢，懂得感谢我们今天的阳光。你只要用感恩，你就接到能量了。好，最后待会在你进行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把我的个人的身跟心都专注在安定、安住、感恩的一个状态，好不好？可不可以说我好热哦？不会。哎呦，是谁？好棒哦！
说好的真的那个能量你会接不到，我们用喜悦的心、感恩的心，好来把整个能量从我们走路的时候脚底的涌泉穴，它就释放出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国际身心灵最不同的点，哈，跟一般走路完完全全不一样，哈。好，那我们待会如果你能守住这四点，第一个柔软心，第二个学习放下，啊，第三个感恩，第四个惊喜。待会走路的时候不要再讲话了，好不好？就是静静的怎么样专注在你的眉心轮，然后透过今天走路活化你的大脑皮质，我们身心的浊气就会透过我们脚底的涌泉穴怎么样代谢出去了。好，那今天的活动我们即将要开始，现在我们先来做暖身操，好不好？我们待会要做的就是染色体交叉空法。染色体交叉空法，它可以动到我们全身的细胞，活化我们全身的细胞。往前。好，待会呢就是左手配右手，哎，对不起，左手配右脚，右手配左脚，啊，这样子会吗？交叉，染色体是交叉的。好，然后再送你们四个最神秘的心想事成，喜欢吗？好，喜欢我们把它翻成英文好不好？阿弥陀佛，念一次。阿弥陀佛。哇，聪明耶，你看看在这里的学员真的是太聪明了。好，我们再看他们示范一次哦。好，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快一点啊，左右一次。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会吗？好，那我们从头再做到做36下就好了。预备起，阿弥陀佛一，嘴巴要念，嘴巴要念，背要打直，嘴巴要念。阿弥陀佛四五，阿弥陀佛六，阿弥陀佛七，阿弥陀佛八，阿弥陀佛九，阿弥陀佛十。你现在要把你的微笑带出来。阿弥陀佛十二，阿弥陀佛十三，阿弥陀佛十四，阿弥陀佛十五，阿弥陀佛十六，阿弥陀佛十七，阿弥陀佛十八，微笑微笑。阿弥陀佛十九，阿弥陀佛二十，阿弥陀佛二一，阿弥陀佛二二，阿弥陀佛二三，阿弥陀佛二四，阿弥陀佛二五，阿弥陀佛二六，阿弥陀佛二七，阿弥陀佛，加油，很棒哦！阿弥陀佛二九，阿弥陀佛三十，加油！阿弥陀佛三一，阿弥陀佛三二，阿弥陀佛三三，阿弥陀佛三四，阿弥陀佛三五，阿弥陀佛三六。好，给自己鼓鼓掌，鼓励。好，第二点，待会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到那个高速公路那里哈，哎，第一个我们待会要从这边走，然后这边沿线哈走到大张宫，大张宫会有盖印章，所以你的手要被盖到印章，回来才有衣服可以领，这样子可以吗？知道哈，手要被盖印章才有衣服可以领。好，那走到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一边哈，就会有一个自由基排毒，你就把手举起来。好，自由基排毒，把手举起来。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有涌泉穴，啊，不是涌泉穴，极泉穴。我们透过走路，极泉穴最比较深层的一个气，好，从这里代谢，一直从脚底的涌泉穴释放出去。待会再。那边会有一个牌子，好，高速公路那有一个牌子会告诉你们，好，待会要举手走路，这样好不好？好，
走回来之后，就到各区域你的位置排队了，这样子知道了吗？好，那待会呢就按照各里的排队，然后听我们主持人的一个分发的次序来走路哈。好，谢谢大家。我们待会走路的时候，就在这里那个火车头那边有矿泉水，你有需要矿泉水的就在那边自己去拿一瓶，好，用感恩的心去拿一瓶，那个每一个水都是大家无私的奉献，无私的付出。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最重要就是放下柔软，学习柔软心，学习付出，学习感恩。好，来，预备哦！记得我们要按照顺序哦，我会帮你们报顺序，好不好？来，麦克风哈。好，大家等一等啊！好，谢谢，来掌声，谢谢。好，掌声之后，我们就要陆续出发，我们请。请先跟着，请长青学院，请先跟着我们的白净志工姓乔。好，哎，哥哥你要注意哦，哎，你要注意啊。这边有水。来，好，在火车头的那个地方有我们的取水区，需要的人可以拿。好，来，长青学院的跟上。好，感谢你们！哇，你们有好多班哦，好棒哦！有歌唱班，还有日文歌唱班，还有电脑班，还有瑜伽班、圆脊舞班、书法班，哇，好精彩！还有健康美学班，好精彩！好，接着请康福关怀协会准备。外县市，外县市也非常感谢你们从外县市来哦。我外县市有哪一些县市可以让我们知道吗？苗栗哦，感谢苗栗的来哈哦，孙梦莹，还有吗？所有台中，我们护理世界花火，咱有给咱录影，要给咱送去，予国际看到。这大家拢注意吼，所以笑，爱有礼貌，因为咱跑出去是代表咱台湾，代表咱后裔，好不好？专心，对，不说话，啊，专注念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呢，我们老师这边还有像很多，我们会场这边也在拍照，现在有空拍，我们要传到国际世界花博，每个家人都要平安，而且呢，微笑。有秩序，我们代表就是台湾之光，我们代表就是我们世界花博，我们让后里的人都看到，我们让世界看到，这一刻我们很有规矩，我们代表的是台湾，我们代表的世界花博在后里，让每一个人看到台湾，每一个心都祝福我们台湾，每一个心世界的一个和平，让我们大手牵小手，让我们世界看到台湾之光，让我们世界和平就从这一刻做起。我们是有秩序的，我们台湾所有的人民是完全高智慧的，我们代表的是世界花博在后里要打出这么清净的一棒。
Thank you.
就是我们所谓的举手，对，很好。希望日后不定期的办活动哈，大家第一次要赶快报名哦哈。谢谢。手牵手，记得我们不断的将一一一
手牵手，没有你绝对不行的。所以我能够以身作则，我们愿意每天减下我们最重要的一餐，来帮助更多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同声开口，跟着我来说，我们今天的健走活动，我们的数字密码，跟着我同声，一。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心跟世界连结，让世界看到，让我们的世界花博再次我们起航，我们带给全世界台湾之光，能够让地球一切在和谐的自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真正的理解我本健康。我们同声开口，一，我本健康，我本健康，一，我本喜乐，我本喜乐，一，我本圆满，我本圆满，我回来了，一，一，一，我回来了，一，一，一，我回到白金市，一，一，一，回到白金市，一，一，一，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在最自然的当中完成今天最重要的大手牵小手，世界和平，白净和平。我们祝福大家一切平安，我们让世界看到我们后里是多么宝贵的家人。我们将世界的后花园在台湾，在我们的后里，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大家一起来认同，大手牵，大手牵小手，我们一起手牵手，谢谢大家，一起手牵手，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最后呢，整个在最圆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谢谢所有的白净旅行者，更谢谢全台湾所有的白净旅行者。只要你认同一一一，只要你认同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们将这个光体直接降临在后里，降临在台湾之光。谢谢，我们非常感恩的心，谢谢，谢谢，感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一切平安了，谢谢，谢谢我们消防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无私付出，更感谢我们慈济，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复宣队，更感恩所有的今天来参与的所有活动，谢谢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区长，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里长，更谢谢我们所有的后里所有的家人，感谢你们。我们自从在超越科学打开生命工程，我们在内埔国小举办千人讲座，我们引起更多的人感动。我们只有无私的给予，我们更多无私的给予，我们给予到感动，我们给予到每一个人都能够感恩，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走出世界，走出台湾之光。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办的最重要的台湾白净世界和平，大手牵小手，一一一，大会一切圆满。我们希望呢，还没有领到我们的衣服跟点心的，我们所有的白净旅行者，继续的为我们家人服务。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周，请见谅。我们下一次办理所有第十四场的活动，希望大家所有的家人，只要在台湾之光有看到中华台湾国际身心灵研究教育学会的话呢，大家要快速的报名，好不好？像今天呢，有很多人继续要报名，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们名额都超过了。但是你的参与，我们更感恩你们。希望这一股无私能够撼动台湾，能够撼动世界。谢谢。一切一一一圆满，感恩。妈咪，爸爸。谢谢，我们是大家，谢谢。
常无私的奉献，谢谢，谢谢我们长青学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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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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